大郎，父亲，是否有想到办法救独孤家？据说，现在宇文护手持人证物证，虽说可能假造，但楚国公一死，再无对证。如今的处境。 不容乐观，大郎，父亲，今天让我尽快迎娶伽罗，这样我们杨家就有理由保护他了。大郎，来，先起来。大郎，你救人心切，你的心情，为父当然理解。但眼下，独孤家的人全都被关在狱中。 若你此时迎娶伽罗，恐怕不合情理吧？杨叔父说的对，眼下除了家人，我不会再想别的事。杨叔父，我父亲与楚国公，是被楚国公的谋士萧佐陷害。萧佐被宇文护收买，伪造了一封楚国公寻刺客谋杀宇文护的信函。 并将我父亲污蔑为谋反同党，只要证明萧佐作假，就可还我父亲清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伽罗，你就安心待在我杨府，等我消息。大郎，你安心养伤啊。 伽罗，你还有伤在身，好好养伤。我来帮你上药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你平日里不拘小节。 自古邪不能胜正，我父亲已在积极联络朝臣，我相信总有正直的大臣会站出来帮你们说话。所以，我明白的，我以后不会冲动了。我是想说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还有家人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家人考虑。你好好养伤吧，我先出去了。 高大哥，伽罗，你在隋国公府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很好。要不是隋国公相救，我早已被宇文护抓走了。不过我的家人……哎，伽罗，此地说话不方便，不如晚上我们约在老地方，等见了面以后再详谈。但是隋国公抚慰了我，已经跟宇文护起了正面冲突。若我晚上再贸然出去，被发现的话，我怕会连累他们。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救人，啊！正好鲁国公也回来了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只要我们小心行事，
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那好吧，丑事老地方见。好，那你自己多小心。